啲咩说话呢咁啊，即係有时有部时光机，我小个都成日咁諗㗎啦，啊可以穿梭时光。我觉得随意门囉，小个都会諗。叮当或者係哆啦 A 梦嘅随意门。係啊。好啦，咁啊听下阿冠哥啊有啲咩人数搵返先。冠哥你好。係两位好。係啦。冠哥。我就想回到未来，就去返我小学时代。係。即係狮子山下呢，我哋就蒙屋區咧，領導學校，係，因為嗰個有位黎老師咧，我哋就好懷念嘅，係咯。哦，啊、你話獅子山下，佢真係喺獅子山下嘅蒙屋區嚟㗎？係啊，竹園啊，哦，即係依家嘅竹園嗰度，南北村嗰個公屋位置。哇，咁你真係獅子山下喎、啊？係啊，嗯哼，當年我哋即係。我昨天才跟個30年冇見的小學同學去飲茶，哇，仲有聯絡喎，好難得喎、啊。係啊係啊係啊，因為我哋喺 Facebook 嗰度咧，就大家即係聯絡翻咯咁。係係係。咁大家都講起以前啲老師，佢話有個譚老師咧，曾經咧就打佢手板咁，印象好深刻。仲記得啊嘛？我細個啲嘢好深刻噶，我都俾我個訓導主任咧用三角木打過手板嘅。我哋啲男同學咧就試過俾阿黎老師咧，不過佢就好，即係我哋小朋友咧有時好頑皮，好頑皮，佢先揾我哋去校長室咧就打幾下咁咯，即係警戒一下咁咯。但係佢個道理就好好強嘅，即係。等我哋永遠都記得，唔會再犯啊咁咯。嗯，所以就到今時今日都仲記得俾人打手板呢一件事啦，係嘛？係啊，同埋呢間小學咧已經有60年歷史噶啦。係。佢而家喺進文苑咯，嗰個校舍。係啊，我見到何文田進文苑係咪啊？係啊係啊。嗯。佢當年1980年咧，我哋。我是第20届毕业的，他当年黎老师和神父校长就成立，我想是全香港第一个小学的校友会啊！啊，好嘢喎！老师咧就话啊，大家即系毕咗业就好似同学校冇咩拉楞咁啦，不如整个校友会啦咁样咯。哇，好有先见之明。但系当年是1980年，系咯。所以佢啲同學都話，分分鐘咧係即係冇乜學校會舉辦呢類型嘅校友會噶嘛。當年係啊係啊，我遲你好多年咧，我都冇啊。人見不都唔係好多唔係好多，見解相關喎、啊。係咯，我家姐啊，我七兄弟姊妹啊，我啲街坊咧，幾乎有10個有8個都係喺呢間小學嗰度。读噶、哦，即系左邻右里，大家都系同一间学校。噶，放咗学咧，又去入去啲球场，即系入去佢学校嘅球场嗰度打波啊。系吓、啊，即系有时假日咧，又有翻主日学啊，啲修女又教我哋嘢啊，咁咯。喂，冠哥啊，其实咧，而家咧透过呢个面书 Facebook 咧，就可以揾翻好多旧朋友啦，又或者系即系可能以往揾嘅都揾唔到嘅人啦，咁有冇即系一班同学咁？你揾下我揾下你揾埋啲老师出嚟咧。是啊是啊，有沒有，因為我昨天就跟我的朋友即是舊同學林錦霞傾開，他說是啊，他有幾個同學班長呢就移民了加拿大，是，那我就說令副班長又去了美國，是，之後就反而呢就少了聯絡咯，以前我們20年前呢、每年都會有一次大家出來聚會的，是，即系小学同学喺度聚会咗成10几20年喎、哦，系哇好难得啊！呢件事真系，系啊系啊，而家就凭校友会咧，佢每年又搞啲活动，我哋又会参加一下咁咯。嗯，系啊，其实好有意思噶，系啊，即系我哋，因为我哋系住木屋区，木屋区嗰个文化咧，即系大家好穷困，但系又好互助。冇错冇错，即系如果将呢个文化可以延续啊，大家即系我而家都。即半百嘅老人家嘛，半百好后生嘅啫，好精靈嘅喎，哥，即可以將佢咧，如果有啲朋友可以將佢將啲資料又整理好啊，將學校嘅歷史又整理好啊，結集或者出一本作品啊，或者搞個話劇啊，咁都幾有趣我諗。冠哥，一於由你做呢一個統籌啊，即係將學校啲咁精彩嘅即係歷史啊，又或者佢嘅故事咧，嚟到去即係組織同埋編寫出嚟啦，好唔好啊？好，希望係啦，因為我有時都。
即係因為以前冇相機啊，咁我就憑回憶咧畫翻我舊居嗰啲石屋啊、木屋啊，好嘢喎！喺馬路打羽毛球啊，放紙鷺嗰啲畫出嚟咯。喂，咁呢度都好，即係好難得啊！你畫畫一定好叻，同埋真係可以將你記憶嘅嘢咧呈現翻出嚟啊嘛，係咪啊？係啊係啊！咁但係嗱，頭先我哋話啦，即係如果阿冠哥你擁有時光機啊，即係回到過去啊，如果見翻阿黎老師，你想同佢講啲咩咧？是好多謝佢打我哋手板咯。點解咧？因為而家係而家嘅教育係唔可以體罰啦，係啊，唔可以嘅。即係佢當年已經係好嚴謹嚟訓練我哋啦，可以講係咯。其實唔止係我受惠嘅，即係個老師佢係軟硬兼施嘅，佢上堂咧好似棟篤笑咁嘅。啊，咁好嘢㗎！佢引發到我對中文科咧好有興趣嘅，係係係啊！佢講歷史啊，講啲譬如嗰啲對聯啊，同我哋分享佢嘅生活咧，佢沖凍水涼喎，佢冬天沖凍水涼嘅喎，即係呢個老師所以係好，佢唔止係嘅修養好咯，即係對學生啊各方面都非常係即係 number。